你们他妈谁陷害我？白月，老吴，你们说你们谁陷害我？你们他妈说话呀！谁他妈陷害我？说！ 是你设计的吗？彭丽珍老大的徽章，我忘了哥。司令，我认识。黑娃曾经说过，咱们的徽章不好，如果他是司令，一定会拿龙头来做标志。黑娃，你在凌云县开回烟馆、妓院。 赌场，哥，我跟你说过，我没有。你他妈还撒谎！我早就查过了，你在凌云县开的赌场妓院烟馆有6家，你派去销赃的人已经被我抓住了，现在还关在风雷镇呢。他叫王国志，对不对？啊！我早就怀疑是你了，那700个金条就是你私吞了。 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啊！ 黑娃，你干什么？黑娃，黑娃。 真的没有骗你，风雷镇出大事，我这没钱，您给我点时间，有个3500的，我一定会翻身。你再跟我耍滑头，您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再把我抓回去，我不在乎。既然他不怕死，你们就再走一趟。这一回。 我要让他永远待在三号。是。秘书长，总裁手谕。哼，早该如此，早该如此。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作废了，国军集结30万大军。
大局为攻中原解放区，那凤林镇那边，以国事为重，走，陪我动身，立即去见总裁。 谁？魏正先。好，正先呢？说，我知道现在战事很紧，但是有一个绝密的情报，我得马上告诉你。你还记得丰雷镇吩咐他吗？记得，记得。据可靠情报，他手底下的5000人马要投奔共党，所以你必须……喂？喂？喂？ 汉中的密电已经破译。要炸风雷阵。喂，福堂兄弟，我是你大姐夫，有一件事儿啊，我得告诉你，再过3分钟，风雷阵就会变成一片火海。 哎呦，对不起，没有3分钟了，还剩2分半钟。你呀，能躲就躲一躲啊！电话我就不撂下了，我得听个动静啊！要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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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起来！要炸了！起来！ 魏正先，何福堂，你是人是鬼啊？你谁啊？太不够意思了吧！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。七爷，
气焰吗？老大，你还活着呢？风雷阵没被炸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三个团从三个方向以最快的速度给我插过去，把于斯堡的炮团打掉也行，打跑也算，总之天亮之后敌人的炮团要是打出一发炮弹来，你们三个就别带兵了。这么说是你把于斯堡给吓退了是吧？你也吓出了一身臭汗吧。谢谢，是你拯救了黎民百姓千千万万，谢。你不用谢我，这不是你我的事儿，这是国家的事儿。不打，你要记住，是人民军队救了你，救了风雷阵。西安就要解放了，陕南也为时不远了。你是个开明的资产阶级，是我们党团结和争取的对象。你手里有队伍，我要去了，你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缴械吗？七爷，您的人品，共产党的政策，让我深深的佩服。风雷阵属于未来，属于新的时代。我早就该谢幕了。说得好。我本来还准备了一肚子的话要劝你，现在看来用不着了。兄弟，好样的。七爷，你什么时候来啊？我想你了。咱们俩喝点酒，我向你缴械。会有这一天，而且还有惊喜。哥，你怎么了？没怎哪人呀？凌云县风雷镇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何福堂。哎，怎么不敬我酒啊？新郎官哪人呀？凌云县风雷镇。叫什么名字啊？何福堂。眼睛怎么那么小啊？真丑，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Thank you.
镇镇长何福堂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缴械。这么多宅子，真舍得捐呀！捐，不光这宅子，我的地、回龙场、办公大楼、银行、医院都捐。福堂，难为你了。我有什么可难为的？什么都不管了还不好？不难为。哎。妞妞在成都当老师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女儿的事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跟她联系比你多多了。哎呀，瞧瞧你，越老越没个人样。你快走吧，烦死了，真是烦。那黑娃哥走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呀？什么都没说，光屁股走的。哪天让老吴带着你去坟上看看。快走吧，快走吧，烦死了，哎。走了啊！走吧。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，那你别忘了，再次严重警告那些主任、蒋介石，我们这已经暴露了，解放军已经把我们包围了，我们很难再逃出去了。特工人员。今天毛局长在电话里到底什么指示？大彻大悟，西安大势已去，他胡东南无能，向人民投降，也是你我的气数尽。不要再执迷不悟，与人民为敌。主任，不如我们先潜伏下来，待时机成熟之时，我们再。潜伏，嗯，你是让我们打游击呀？你个贪生怕死之徒！说，愿为党国效忠。说，说，愿为党国效忠。愿为党国效忠。芳芳了吗？没有。看见芳芳了吗？看见芳芳了吗？看见芳芳了吗？还认识我？看见芳芳了吗？没看见，没看见。何福堂。你今天来晚了，对不起。
走。嗯。堂兄，兄弟，爸，兄弟，福堂兄弟，我要跟你说，我现在爱上了一个女人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爱她，我就是想和她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为了他，我什么事都不能牺牲，什么都不能牺牲。就因为我们两个人的个人恩怨，把这些都放弃，都毁了，值吗？不值。王八蛋，连何司令你也敢杀？霍大成。何福堂同志，这宅子里还有你的东西吗？我看看，看看。不是说好不许来学校吗？你脸皮怎么这么厚？不许你再来学校了。那怎么能行？我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好，我不去了。想了，怎么想的菜就不流口水？真的不流口水啊？真的很好吃啊。嗯。挺好吃的。行，这还有个样子。我给李雪的东西，
你选的东西。查理写到三号监狱的信，给退回上海了。怎么会在这个项目里？可能是那个 Peter Chen。Peter Chen。Tony， 得知你坐牢的消息，我十分遗憾。这封信也不知道你能否收到。告诉你个秘密，国民政府又让咱们的银行买他的国债，我已经买了600多万，一分钱也没能还给我。你知道，我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一直发生的。我把银行的账目全做好了，账面上咱们一分钱也没有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还有800根金条。我做了这么多年，你应该给我一点。剩下的700根，我放在水管子里，给你寄过去。你知道我的手段，这种东西不能明着给。Tony， 我明天早晨给你寄去风雷阵。我已经告诉老吴，你放心。好 ，Tony， 愿上帝保佑你 ，Charlie。这些东西都要带走吗？看看。除了这个，还有别的吗？所有人，但是你骗不了命。命让我看到这封信，
说点什么吧，雷爷。老五说点什么？哦，对了，金条在哪儿？坐牢的时候，你的宅子空着，我把它埋在你床底下，那里最安全。可是至今，我一根没动。那查理的钢印呢？你赶回风雨镇，我把事情办了，就在第一时间把钢印放到黑豹家。黑娃死了以后，你完全可以把金条拿走，为什么没拿呢？你回来了，我心软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福堂，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想黑那个家，不想让你死。更不愿意栽赃黑我，可是就是一念之差，停不下来。你遭罪的时候，我把咱们以前的一半钱都用来买药，我查过沙利兵，还给过张营长无数的钱。可真的是捞不出你来，后来知道你背叛了母亲，我真的绝望了，真的就绝望了。以前我没有私心，可是自从你进去以后，你对我不公啊。黑娃管着黑龙城，来运管着民团，孙建成夫妇管着银行，我是集中调度，看起来跟过去一样。可是你在你不在两码事。没多久，谁都不听我的。再看看黑娃，把风雷镇搞得乌烟瘴气。我就想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是他呀？黑娃他就是个二愣的草包。你的理想，你的心血，凭什么毁在他手里？查理把金条寄来的时候，我本来想分给大家，可就在当天晚上，蓝云告诉我，黑娃在县城又买了一个妓院。我一下子想，对他，对风雷镇，对你，我真的死心了。我想我一概拿这笔钱。如果你在里面待一辈子，我拿了这钱，我可以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，我不后悔。福堂，你永远是我的好兄弟，我这有另外一个版本。过去有一个好兄弟叫老吴，他怎么来的风雷镇我不知道，总之他帮我报了复仇，
走燕帮，灭八脸，投光三春，进上海开银行，想大夫，建设风雷阵，跑偏卫中心，等等等等吧。我们的命早就拴在一块儿，后来我被冤枉投入大狱，被判了终身监禁，是他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，把风雷阵管理得特别好，不惜代价，不辞辛苦，一趟一趟的跑西安。后来就解放了，人人平等。可他还是跟着我，他没有离开我。我恨不能这辈子这几个兄弟，他是其中的一个。至于他的真名字叫什么，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不在乎他。你走吧。为什么？走吧。我去哪儿啊？甘愿快送我。蓝月，哥对不起你。别说了，走了，好好照顾福堂。李雪，你好吗？又想你了，一想起你，我的心就是暖的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。我一生坎坷，爱恨纠缠的。相信我，丽雪，任何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的。如果不好，说明还没到最后。想你。